錯啦。你睇嗰個技嗰、那個技巧咧，同樣都好勁抽啊，係咪？立即咧組織啊，佢嗰個唯物辯證啊，佢嗰個思考嗰、那個邏輯啊，係非常之強。立即咧就噏出嚟啦。首先嚟講，孫中山先生正話講咗啦，係民眾英雄嚟噶嘛，公認噶，世界公認嘅，係咪啊？國民黨捧佢做國父啊嘛，啱唔啱啊？第二，佢真係俾阿蔣孫中山真係上升過毛澤東喎。但最重要係咩啊？一路冧咗嚟就撩起咧就係聯俄聯共輔助農工三大政策，孫中山先至有國共第一次合作啊嘛。跟住啲人邊個反台啊？邊個背棄咗孫中山嗰個政策噶？就係蔣介石咯，佢屠殺共產黨員啊嘛，清共啊嘛，清黨啊，跟住分共啊嘛。阿汪精衛喺武漢係咪啊？兩個政府啊嘛，零漢政府啊嘛，所以呢樣嘢就係話佢不點名地咧係反台。喂，在場嗰啲全部政治人物行唔行專發生咩事啊？係咪啊？咁咪好尷尬咯自己。即係你撩起即係你撩起個嗰樣嗰批嘢俾人哋去養，佢即刻就批啱啊！跟住咧進一步就係話，先生為我中華奮鬥一生啊！跟住為留下和平建國嘅未了遺願啊！哇！真係呢啲，你就係投票嚟，我即刻上啦，係嘛？嗱，呢個就係勁抽之處啊！嗰、那個第三條，